又年不是这个中央来的几个记者，我就知道了，叫我写这个张国焘的生活习惯，没写，最后几个人都打发走了。我已经为张国焘我坐了三年牢了，不要了，我不讲，我不走了，不讲。昨天晚上我打电话到北京总参，总参谭平武同志家的人，胡锦涛，我跟他编了个快本，胡锦涛上台真不错，叫他面试什么呢？干部拿钱多，又有吃又有喝，又跳舞又唱歌。最后这个什么问题呢？又腐化又堕落。我不容服他，这个人我不容服他。那是今天跟你讲孩子，有人不跟你讲吗？你讲吗？你看，他的儿子女儿都享福的不得了。胡耀邦啊，胡耀邦们，我都有关心，我们都是。我有照片，照片现在没有了，都弄哪去不知道。都在。啊。胡耀邦知道我这个脾气，不开骂脾气，骂人的，第一个是骂人，他就，我就骂人了的。四方面就没有个不骂人的。